那请出题。你喜欢香菜吗？不少人都对香菜非常抗拒，请问讨厌香菜可能与人体的什么部分有关？ A 味觉灵敏度， B 基因。请作答。你觉得味觉灵敏度啊？因为我老婆她跟我分享，她以前是可以吃香菜的，但有一天她去她朋友家，她妈就炒了一盘香菜，她自从那天吃完之后她就不敢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基因的话，那不会，如果是基因不会前面敢吃后面不敢吃，对对对，是因为那个味觉突然改变了。对，有很多人上半的人生他不吃海鲜，对，但下半生因为认识他就觉得海鲜没有，有这种改变是没错的。那嘉豪，我记得我念过相关研究，是基因有一部分的人他基因里面有这个问题。那就像癌症一样，他你也不见得是年轻的时候就会触发打开那个开关，常常是因为环境或是到达某个年纪的时候，它会让你那个基因产生某种蛋白质，让你去排斥这个。是的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基因。其实啊，有个杂志上面有做研究，他们从30,000人中哦，对他们做基因的扫描，发现我们有一种用来感受气味的基因 OR6A2， 它对于醛类物质非常敏感。那香菜呢，刚好就是含有大量的醛类物质。如果你有这个基因的人呢，你会超级讨厌香菜。大概有1-2%的人啊，他其实吃到香菜的时候，那个味道感觉像吃到肥皂、土跟虫的感觉，所以不是他在那边觉得说哎呀难吃，是他根本吃到跟我们不讨厌基因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味道的。说这个都是基因的问题，原来是基因。嘉生，好，你休息。哎呦，医师，请加2000。哦哦，哎呦，28,000哦，很肥哦，很肥嘞。哎，请出题。注水中不一定会游泳，请问以下哪种动物其实并不会游泳 ？A. 水豚 ，B. 河马。请作答。好。哦，要分胜负喽。哦，要分胜负了。对。好。郭豪，你选水豚不会游泳。对，因为我有带我女儿啊去宜兰的那种动物的那种地方玩过，然后我有看过水豚，他们会在水很浅的水旁边玩，会玩，但我没有看过他游泳。但是呢，我有看过河马在比较深的水的地方呢，它会像狗爬似的，四只脚在游，它会飘，会前进的。OK， 这样好。我反而是记得相反呢，老鼠鼠类的动物，因为水豚其实是大老鼠嘛，我记得大老鼠会稍微短距离的游泳是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已经输赢，到底29,000是归属谁？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河马，动物频道表示啊，河马根本没有在游泳啊，其实他们在水中是用走的。那为什么看起来会像游泳呢？因为它的体内有足够的脂肪帮它浮起来，它没有碰到地啦。对，而且它四个脚趾里面有相连的蹼可以滑水，它不是真的游泳，它其实在水里面踮着脚尖走路。而水豚呢，好像看起来有时候有点笨重，但它其实是游泳好手哦。来加1000，冤枉啊，冤枉。来，东东回来，恭喜嘉豪，我们29,000，请输入嘉豪的账户。这个给哦，溢价是35,000了，累积很多的。接下来进行第三轮，也是最后一轮，请出题。便利商店是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请问根据统计，便利商店里最畅销的商品是什么呢 ？A. 茶叶蛋 ，B. 拿铁冰咖啡大杯。请作答。幼童选拿铁冰咖啡大杯的，你每天一杯是吗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在想说茶叶蛋那个拿完了就没有了，但是冰咖啡好像可以一直吃。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茶叶蛋。大数据有分析了近6亿笔的发票哦，那发现我们台湾的三大便利商店的热销商品的第一名都一样，就是茶叶蛋。那卖第二好的才是现冲咖啡系列啦。那事实上呢 ，Top 10的商品都大同小异。台湾人不但很喜欢吃茶叶蛋哦，爱喝咖啡，其实
抽烟的频率也很高，所以这三大超商呢，其实前十名都有包含香烟。嗯，大家现在反烟，反正这样，他还在。而且烟超级贵，但是爱抽的人，他就是必须要抽的人，他就是会抽嘛。可是因为经历 COVID-19 之后，大家肺都已经很累了呢。啊，那个肺越来越累。如果讲有用的话，其实啊，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有人在咳了，来，请休息一下，来加四千。下面一题，请助理。意大利黑手党指庞大的犯罪集团是不少影视作品的题材，请问黑手党是因为什么而得名的呢？ A. 犯罪后留下黑手印。 B. 成员都戴黑手套。请作答。哇，只有加深选择他留下黑手印。黑手印，你按一个。我只听过血手印。对啊，黑手印。我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蛮难的，可是我是类推，就可能在美国西岸有一些什么血帮啊，他们可能打完仗之后会摸一下红色的鞋子啊，涂一下，然后感觉会不会是这样，就感觉 B 有点太直觉了，我就故意不选。哎呦，成员都戴黑手套，因为黑手党可以不一定要戴黑手套，他可以戴白手套。如果他戴白手套，他就是礼仪师的，他也可以戴黄。对啊，或者是我要大小姐，他可能先黑手套干完他之后，再戴白手套帮他服务。一条龙，一条龙服务，生意做这么做包山包海，献花这边献酒，来是这样吗？哇，黑手套，因为你这个。这个所谓意大利黑手党，它这个是很久以前就有了嘛，可能是大概应该是40-50年代就有了，那个时候就已经他会用，就是说犯罪的话，他就会去查你的这个指纹手印了，所以他们就要戴这个手套。那意大利你就戴黑的皮的这种手套嘛，比较帅嘛，才比较狠。戴白的就像礼仪师的，这个不行，对，帮人家开门、带哥停车啊，好爷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行，你哪像黑帮的？来，钥匙拿去停车哦，穿白手套的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犯罪后留下黑手印。黑手党 Mafia 呢，是一个很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哦。最早起源是19世纪中的意大利西西里岛。据说啊，他的成员犯案之后呢，往往会在现场留下一个用蜡纸印出来的黑手印，而且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跟警方示威，就是又是我做的，怎么样呢？所以黑手党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是，所以警察看到这样子就算了，就吃案吧，就把案子吃完再说。来加1000。有什么回来？5000块，这一轮已经结束了，输入了刘家生的账户。对，好，我们这次我们要宣布他们三轮的总奖金。好，最后呢，飞医师35000，幼童姐12000，罗豪6000，方瑜12000，家生14000。好，恭喜归家豪获胜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以出之战，我们归家豪医师再度挑战，要成功哦，不然笑更大声哦，又站上这个位置了。对对对，因为你同事那么多嘛，35000块，请插卡，蛮高的。进入请打开，35000块现金是您的，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请出示2道密码。2道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1画看过的鸟，或是总笔画36画威尔刚吃下去。有泌尿科只能谈这些。对呀、看过的鸟比吃过的饭还多。你看过太多鸟了吧。对对对，看过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看过鸟的有哪几个成语呢？战功彪炳，因为割下来的放在那包皮啊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有医师他会割下来的包皮会泡在那个药水里面，表示他割过多少这样。医师有这样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都会问他要不要带回去、有人会带回去哦，带回去要怎么 保持？装福马林，中标本的，然后自己放在那边说这是我的这样子哦。有的人是感伤，有的人是炫耀。年轻人，对对对，年轻人喜欢去秀，这是我的包皮这样，秀给同学看、好特别哦。不计其数也是一支成语嘛。对对，威尔刚吃下去呢，36话就是哇，如虎添翼，一柱擎天，一柱好啊，情字不会写。四个字，吃外刚吃下去，有如神助。
哦，如有神助哈，对，神助。那你要选哪一个？这样听起来，如有神助，这个我会，但不一定是我们讲的。也是哈，对啊。那是41画一个36画，你选哪一个？还是36画？哦，笔画少。威尔刚吃下去，请锁定。那看过的鸟是哪四个字成语41画的？请看。不胜枚举，太简单了，可惜了，这太简单了。这个你会写哈，但其实蛮复杂。那个举，枚啊，枚你不见得啊。哦，一枚两枚，哦，对耶，看的都会了哈。对，我看的都想半天。对，好，不用后悔了。接下来挑战的是威尔刚吃下去是哪四个字？来，请出题。立竿见影，这送钱的吗？立竿见影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好的。三万多了，三四五，干干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赢，一最多笔画了，三四五六七八。10 11 12 13 14 15，停，几秒？37秒。你如果答出还有23呢哈，来，请公布密码。0507 0715。对或错？错的，错的。所以呢，还有23秒，计时开始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九，确认。哎，写到零三了。零三了。对，哦，对不起。来，计时，计时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九，确认。好，还有几秒？还有九秒。密码。0509 0715。对或错？恭喜你！确实成功啊！不玩，我要出文的啦！这是现金商案的现场，是。那我们看看正确解答的，请看。啊，好险，有想到这个干，对，一个字都没错，对，所以你获得35000块，对不对？挑战成功，恭喜恭喜！来，我们往回走，谢谢。哎，哎呦！那个扶栏杆的杆就出来了，这个是应该是南杆北杆的杆呐，对不对？是哇，立竿见影，意思说把一个东西这样立起来之后，马上太阳照下，影子就看到，代表非常的速效。是啊，所以你看，马上这个可以买多少威尔刚？医生应该还没需要吧？我自己有，我自己有。对不起，问太多了。我们节目非常有人性，有没有？再度请到各位回来挑战第二次机会。各位呢，有个好处，将来还可以继续来挑战。继续怀当一族。谢谢各位的今天参与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。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